专业的，是他不一定是天文专业的，所以他变得把，尤其天文真的很难教，然后变得就一直把天文的那个比重越删越少，那甚至有一些本来很好的东西就一直删掉，因为他们觉得很难，那小朋友一定不懂，所以就删到最后越来越少。那他们现在是在用这种就是星座盘的东西，对，有上次有看过，对，可是其实连老师其实都知道这个是不太能用的，是吗？我小时候有玩过，是，小时候很喜欢玩。是，那不知道政委在实际对天空的时候，我现在都是戴 VR， 是戴上 VR， 他就直接，是现在其实天文教育里头跟 VR 的结合又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在教育，因为 在很多的自然科教育里头，其实天文是不好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需要很多时间跟空间的那种限制，对，它变成有很多立体空间，对，那你在那种平面的教材啊，还有在那种现实的状况，对，很难想象，你必须要跳到太空里头去看那些东西，你才能够理解。那所以天文教育也许这个 VR 下去，也许是一个契机啊，就是可以让天文教育更落实。那不过我们老师还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像譬如现在有手机可以直接对吧？对啊，其实手机对的那个 Star Chart， 对，就是我在 VR 里用的同一个。是，就是，可是那个东西对一般人员在实际的教育，我们在第一现场的时候，就是那个还是属于就点片段的资讯。对，确实。那片段跟你整个那个天文的整合，天空怎么动啊？其实对小朋友还是有一点点。有点距离了，对，距离，那就是你这个的贡献了。是，我们老师他就是也是常年在做那种天文教育了，他觉得这里头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跨过一些门槛的，就是让你在课本上的知识跟实际的天空啊，对，借着这个东西的连接，对，对，那像这个教育的时候，就是这个放上去在上面点，然后小朋友在。目前模拟天空，可是连这个东西那个课纲都把它删掉了，因为他那个可能他觉得说这个还是对小朋友有点难，那变得太阳本来就是可以画太阳轨迹的，就是夏天三条轨迹，那小朋友看很容易懂，其实这是来自日本，那可是做课纲的人又把这个给删掉，因为他觉得这个有点难。不过他删掉之后，学校可以加回来。对，大家变成课本上变成那个太阳的三条轨迹，反而用平面的去跟小朋友讲那个东西，理解。那结果这样更难懂嘛、啊？那我想说，我现在的状况是我一直在各个省县市跟那个很多的教师辅导团，还有天文协会，一直慢慢推啦。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是几年级啊？这个其实他的课程如果简单的教就是四五六年级，然后国中高中有讲到天球的概念，所以国中高中比较好接受，因为他们有讲天球，对啊。可是其实如果要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好像从国小就开始，因为国小毕竟你连这个都教，那这个其实它有点像立体的它啦，而且它又不变形，很多东西就都很容易可以理解。我们老师是觉得说，跟教育部沟通有点困难，困难点是他一直觉得说我们需要跳脱出来去教天文到底是什么，可是里面的人会觉得说啊，天文很难教，你不要教越教越难，可是我们老师在训练国小的小朋友的时候，他甚至告诉你天空啊，黄道在哪里啊。那个春点、分点、秋分点在哪里啊？啊，星空是怎么转啊？啊，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天空？其实是可以教的，只是可能那个他们在制定的那个过程当中觉得啊，不要那么难，不要那么难，所以不要那么难，可能是他们真的不懂，所以一直删到最后，真的试不像，然后那个习作的课，习作那个题目啊。他们记录那个太阳、月亮的那个位置啊什么的，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里面的那个习作的答案都是用抄的，可能小朋友抄他哥哥，或者是没有很难落实啦。我们讲的是现在正在对现在的，那就不是新课纲，那是旧课纲。旧的吗？对啊，因为新课纲明年才上路。对，就是现啊，我应该讲说是现之前的。对啊，对，不是新的啦。可是新的又把一些等于说不教又更省略了，
个省略，可是一方面也不怪他们，因为你用这种细作盘，光用细作盘教，老师都很难教了，因为他这个只有这里不变形，对，然后他外围整个都变形了，是，因为他本来是球底，他把下面翻过来以后，那个像柚子一样，原本是一个点，然后翻过来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圈，所以它这边已经变，它等于是里面这个已经变形，跟世界地图一样啊，对对对，变形了啊，只是这北极点，然后这个外面这一圈是南极点，所以这个新图已经变形了。那这个四川啊，这个四川，你看到那北方、东方那个西方是一条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变形，它就是压扁的这个，所以两个变形以后，你要用星座盘去教，就有点那个让一般人都很难接受了。啊，实际对你也很难对得到，啊，所以我们老师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譬如让稍微弹性一点，或者说譬如说甚至用它来替代星座的教学，这当然可以啊，是，对啊，这样子听起来，国一跟高一你们都有试过吗？有试过啊，对对。对啊，那因为108课纲本来就有学校制定教材的这个能力嘛，是，所以理论上到明年的那一批就是国一或高一，它本来就不受，就是说新课纲的特色就是它是柔性课纲，它要学校非做不可的事情变少很多，但是学校可以自己想的东西变得多很多，像高一甚至可以完全学校自己开选修课，然后让学生来选，那当然那些选修课就完全不受教材教法的限制，那就算是既有的课程，那他只要用只要能够扣合得到他需要学到的那些核心素养，那我们也没有再去限制老师要用哪些教具等等，所以理论上新课纲在国一跟高一的空间应该是要大很多才对。对，那我刚刚听起来，国小的部分，国小国中的部分，国一跟高一是明年上路嘛？那然后后年就是变成到国二高二嘛，再到后年就是国三高三嘛，是，对，那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那国小当然要花比较久，因为从小一开始慢慢往上，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所谓试点的学校，它是等于用新课纲新生先来做，那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国民教育。那你跟实验教育有联系吗？实验教育，比较说华德福啊，或者是就是，是还没有。不过我有一些朋友，他在里面当老师，他还是建议我说，因为他们弹性比较大，他完全不受任何教育部的限制。是，所以他说可以，搞不好可以，他也是有想说拿过去试探看。对，因为我们在开发新课纲的时候，很多就是拿实验教育过了十年已经证明说不错的东西，再拿回来变成国民教育。那像这样子，因为你毕竟还不是非常普及，那所以当然课发会的委员会觉得比较陌生这样子。但是如果在实验教育界的某些地方已经做出一些成果，或甚至实验教育的特定系统都有采用，那这样在下一次就是课纲检讨的时候，它就比较有可能回到课纲里面。那即使他课纲还没有检讨的时候，一般学校的课发会的老师们也会跟实验教育的老师们在共同科目上面，他们现在都有共同备课啊等等这些群组。对，所以我觉得实验教育真的可以先走，比较容易进去，比较容易进去。而且新的课发会当然跟你们扣合的也只有可能国一跟高一的一部分，因为小学部分还没有上来。对，所以尤其是小学部分，我会推荐先跟实验教育，就是讨论看看。是。对。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还有别的产品或服务？我们是以它衍生一些很多的那个课程在里头啦，就是我们可以教现在像基本的关系嘛，就调到今天晚上的星空。对。或者是我们可以把一些太阳，就像这边的太阳、星星、月亮的方式贴上去、那我就可以变白天也可以用。有一个港和国小的老师，他专门做天文教育的，然后他还是就是，对，他就用他来教太阳，他觉得那个效果还不错，就是变实体了啦，变实体了，那宇宙变得就是那宇宙观，想变得可以摸到宇宙，然后可以去转它这样，这样很棒啊。不只有国际观，还有星际观。对，是，变成我的 slogan， 都会放进去的。那个谢谢主，谢谢政委。对，没有问题。好啊，那就看
我觉得课纲短期之内我们没办法动，因为课程会才刚刚通过。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国一高一的部分建议可以多认识一些，就是你现在就在合作的这些老师，问一下说那他们有没有参与课发会，或者有没有认识即将参与新课纲课发会的老师。那有的话也许可以变成他学校的特色课程，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在小学阶段可能实验教育现在切入比较容易。了解。然后我现在是，就是我现在是也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碰啦，然后也有一些各地的那个教师辅导团，还有教师研习。当他们知道这个的时候，他其实都还蛮愿意联络我去那边帮他们上课。嗯，可是这样的话，变成一步一步，然后变成一个县市。现在，譬如说，我现在是一个高雄的老师，他看到了，他就很热情，他觉得这东西很好。变成我所有的时间都排在高雄跟台南。然后接下来是新竹跟桃园。我意思是说，我变成一个人的力量去对他们。就是你在那边找到一个种子之后，他不能就帮你哦。对，我之后我会丢四颗这个让他去那边教。对啊，就算我一步一步慢慢来啦。对。他一开始一定是这样，是这样嘛？对啊，除非你这个录制线上课程，到他可以自己看了就懂。可是这个是高度操作型的，可能没有那么。是我是有录，慢慢录了啦，就是说告诉你啊，那这个几月几号对几点钟，然后先调到现在的纬度，然后对好方位，基本操作的方法。对，我有慢慢录课程啊，对。不过我还是想说，如果就是专门在负责师资培育的那些人。他们有没有机会让他们先看到这个？然后透过他们去跟真的几个点介绍，因为我高雄那是刚好他就是负责整个区域的那个，就是算是那种辅导团的那个专门教老师的，他帮忙弄很多的课程，特别是天文的。然后我想说，我能不能多认识类似这样的人？你直接问他就好，直接问他，然后他会对啊，是有一些啦，对，就这样，对，因为从国教的角度，我们不会再把就是国民中小学或高中的老师当做教育部的执行单位。是新课纲最主要的精神就是他们不再是执行单位，而是他们本身就是规划单位。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当然一方面改大考重新的这个考法了，但是二方面就是去培养这些老师中间横向的社群。所以像台湾有光是公民课的老师，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光和备课社群，之前还邀我去演讲过。所以我们不会由上而下的说这个全台湾公民老师一定要来集训，那没有这种事情。算也是失去了那个，对，就失去那个自发的意义。是所以你找到一个网络的一个点打进去，然后你就说，哎，那你们共同备课社群或者你们的就是跨区域的这个讨论的社群在哪边呢？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来 demo 一下什么？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比较快。那我们如果透过校长或透过督学那个系统下去，他们不一定买单了。因为我们能碰到大概就只有校长。其实大部分如果真的在基层做这种科普的，而且他真的很踏实在做天文的，他看到这个十之八九大概都还蛮喜欢这个啦。只是就是我变得我现在我这样一个月下来，变得我这样有点辛苦，就变成要找几个种子，甚至我可能要改又改成就是变得更商业的话，就是说几个在专门卖学校那个教具的，就是卖那个天文望远镜他们那些的，对啊，那就变成说直接授权他们，对 reseller， 对。那这样会这样就变成我的一点挣扎了，就是说我自己卖的话，我卖四五千块 OK 就给他们了，对。可是那个天文望远镜他们那些教具的人，他们像说国外的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好，或者是天球也好，一个都12000，甚至7000-8000块以上，对。那我变成我授权他们买卖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调高到七八千到一万块以上。可是那个等于就是他们自己也要训练成本啊，也要做这些，他们也有人力费用嘛。是啊，那就给那这边的话，一般人要买这个东西就变得有点。那还是可以跟你买。也是啊，你还是有直营点，传递直销。啊，他们就负责学校的方面。对啊，我还是觉得说学校的部分，你要把老师当作是一起研发的伙伴。他不一定是研发这台机器，但他研发的是教材教法，对，那他教材教法做出来，那他也有 credit， 他也可以分享等等。对，我觉得这个横向的社群，就是你现在是一点一点去教嘛，可这几个点中间怎么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他如果有联系起来，他就有认同感，那有认同感之后，他也比较能够去跟厂商说，那你卖这个，你不是乱卖，而是你可以配上一个教材教法，它可以让学生更有兴趣、更专心等等。对，那就是说他会从老师的角度，也就是你的客户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比你就是自己去面对每一个老师要容易，就是老师要说服老师是比较容易的。是，对，所以我们这叫 trainer trainer。是，对。好，那我会从这方面再。找北中南几个老师，对啊，让他们对啊，把他们抓起来做成一个群组嘛，啊、对，对啊，可能想一个什么口号之类的，宇宙观，对对对，宇宙观，宇宙人俱乐部，小朋友宇宙观，OK， 那另外一方面，我有算过，如果就这个产业真的，这个东西真的要成为一个规模化的话，对，台湾还是太小。当然啊、哦，那怎么样有办法到？可你这个很容易翻译啊，那很容易。对，这全是拉丁文。对啊，这就是变到国外了。对啊，那我现在是想说，也是透过参展吧，还是透过什么？嗯、什么办法？台湾也有那个教育科技奖 ，EduTech。教育科技叫 EdTech，EDTECH， 啊，就是参加他们比赛，然后他们会把，对啊、然后呢会把这个推到国外，对对对，但是到某个程度，你还是要选择说，那你是不是就找外面的某个 reseller， 就是这样，是，那、啊、像这种线应该怎么找？因为我本来也不是商人，就只是当个代课老师这样、教育科技展是，我记得好像是 TCA 承办的，我看一下。他们这一届的才刚办过。对对，我看到的时候那天看完。对，未来科技教育论坛，这个东西。对，那有一些社群啦，像那个台湾教育科技聚落。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你太好，就是教育科技，对，是这个 EdTech， 对，那这个也是中汽出行创业梦网跟社创的主要的团体之一，就是社会响应制造所，这个中介组织在运行，对，那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社群有多活络了，但是如果要讲国际连结的话，那当然就是你先找到一个有这种国际连结的对的中介组织，对，像社会影响力制造所就是一个，对，然后你就问一下说最近有没有 event， 那即使没有，他们也许也可以推荐给你，就是其他的中介组织。对，我现在就是有12颗天球仪陪着我到处跑了，就是如果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帮他们上课。所以如果他们大家如果有那些培训或师资，你可以去上课。所以现在就是制造是你的，对，就台湾制造，台湾就是因为这个也是花很久时间把它弄好，因为它压这个球面其实需要不断的试。那它又不像地球仪，所以你纬度差一点没差。我知道，这我了解得到。所以你从下单到做好大概要多久？现在大概一个月左右。哦，所以但你现在仓储只有12颗。50颗。还有50颗、啊，那还好啦，可以。50颗，是。对，我觉得现在还是先把它变成一个风气，就是那也许你的这个延伸教师网路里面。自己就有，好比说对日本、对韩国、对东南亚其他国家，
或对美国或对欧洲市场等等的熟的人，那他如果自己真心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的话，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特别去布线，他就是会当你的全票，他会当你的全票。但是这个的前提是说你真的有帮他省到时间，然后真的有让他工作上成就感有变大，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学理上叫 early adopter 嘛，就是第一批用你的人，对，那这批人才是最重要的，对，因为其他的你大概都可以用钱买得到，但是这种早期拥护者的那种比较像传教的那种精神，大概是传教士，对对对，大概是用钱买不到的，对，所以就是要很珍惜的这第一批老师。因为我们老师觉得，因为全世界都在用星座盘，对。那如果有可能真的，就完全把全世界所有人在用星座盘的那个全部都替代掉，但是这是一个梦想啊，就是怎么去做，就是要研究这样，特别台湾都还没做到啊，对啊，那我觉得这最近是也是这几天听到一个算是好消息，因为我现在进驻在师大那个育成中心里面，他那个副校长还有他研发长，就是把一些他们在就是里面专门那个科教中心的人就是抓起来，然后我下礼拜帮他们上课。对对啊，那如果就像这种，就是因为他们因为我之前还没有，像这样他们比较属于一点点就是。他们会研究一些教材教案，然后给一些甚至就是教育部什么，就是他们会推荐的。然后我本来就是想要找这样的人，我自己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对。台湾有蛮多这种，就是科教馆这些，他们其实就是这些科教人员的类似集散地嘛。对，那所以如果你能够，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网络你不需要全面的撒，你只要里面有一两个真的很认同你的，这比你把所有人抓进来，然后听你讲两小时，但是大家都觉得还好，这个不如你就集中化一整天，把里面某一两个人变成你的。就是热烈的拥护者，了解了解。我现在就是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是这样啊，就是南瀛天文馆，我去他们那边拜访，他们看到他们也是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想要把这个做大颗的，然后放在天文馆外面，让小朋友转，然后镭射笔，让小朋友自己那个变成类似公共艺术这样的，对对。然后可是它是大颗一点的，很好。那这样不只放在南瀛天文馆，它可以在露营区、民宿，或者是很多像很多台湾不是很多的岛屿，说要做成什么星空，或也要结合星空，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还有那个南投也有什么什么暗黑公园，还有垦丁不是还有台东很多。他们景区要做出一个有特色的景区，对，很多都是跟观星做结合。那其实这个当然我还没去碰它，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不是也有路，好像也是一条路啦，就是跟他们，就确实你要当岛主的人，你必须要会用这个，或者是这个他们这个地方，国家希望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观星，像日本也有一个，竟然把星空当作是文化遗产。然后那地方就是要暗黑公园啊，然后就是变成他们一个特色，然后去那边观光，看星空。那台湾也有几个地方正要做这种事情，可是会关心的人还是那几个人，那可是如果你现场有这样的东西，其实甚至不懂的人他都可以找到，然后当然他们也可以用手机 app， 可是我们实际的状况是这样，手机 app 是十个人里面大概只有。大概八九个人对不太到，因为还是有时间问，因为星空是点状的，这个你手机 app 也是点状的，然后它只要稍微角度有点差，我因为实际实施的话应该知道了，就是它还是会对不太到，跟实际的星空还对不太到，不过有这个的话，就直接指的话会比较更连接起来，更准一点，对。
对，更连接的感觉。对，我觉得把它做成公共艺术是很好的。那尤其当它大到好比像说可以十个人左右都围着的时候，那这就有点像花博那个就是听见花开的声音的那颗球嘛。对，那你甚至里面也许未来也可以有一些自动装置，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还是要人来摆弄嘛。对，但是理论上并没有什么说它不能够按照现在的时间它就自己旋转到该旋转的那个机械装置。是，只是说这可能就要另外别的专场的朋友做精密机械的朋友进来才能做，那而且那个也比较贵，所以在个人版就不是很 work。但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公共艺术，然后它可以按照现在的时间自动去转到就是正确当下的天空，那然后你给它一个指令说，哎，五千年前或四千年前或怎么样，它再去旋转，之类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很 work 啊，而且也不一定那么困难。就像你说，只要它有一个策展理念，三个讯号给它，对，然后它就转到现在的天空，对，时间。纬度跟方位，对，三个信号。对啊，那你这个就可以放旁边的纪念品商店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条路。是啊。但是我有听到人家讲说，其实那个如果这个航海的人是需要航海天文学的，他们这些船长啊，是每天早上起来要看星系，要测量的。然后如果有这个东西，对他们也是很怎样，就是很方便，对他们很方便，然后游艇上海上又是星空，又是很好的状况。那如果有这样的船楼从台湾开到夏威夷，这个球就按照着那个当下的纬度还有经度跟那个跟方位，然后调整到跟着现在天空这样跑，这也蛮酷的，至少可以变游艇上的一个就是游玩设施了。是，我现在定位大概都用 GPS 。对，就 GPS 信号进去，对，信号进去给他，对，只是这条路好像还要花一点时间才做得到。我没关系啊，只要是好主意，还是会扩散。是，现在这颗出来，我半条命都没了。需要一个社群，慢慢把那个把补血啊，把它补回来。我现在应该是把我四十八对之前的所有的那个都放在上面。很棒。就是现在变成行销跟推广了。政府的话，这方面我是有申请那个 SPIR 那个也是有过了，海选有过，对，只是就接下来可能还是像说我如果要去国外参展，我发现 SPIR 的计划里头，它大部分都研发，它好像没有资助你去国外参展的费用。对，那这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之下有这种政府就有没有像我那时候参加发明展，然后泰国啊，或者是还有日本跟韩国，他们都有一团这样过来，然后台湾有这种一团到处去参加发明展这种的吗？还是都民间的话有啊，IF有啊，对，那台湾自己也有办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你如果是在创新技术博览会有登过场的话，它会有一些就是双向参展的这些东西。IF 好像还是有一些学校有一些育成中心会比较多，所以其实这边很多都是绑我刚刚讲的就是中介组织，不管是社会影响力相关的像 Impact Hub 他们，或者是就是资本密集的像就是科技部的那个叫什么小巨蛋 TTA 嘛，台湾 Tech Arena， 或者是叫什么 Startup Stadium 或这些，那他们大概都是说你到某一个程度，更多的业界的联系或资本进来，它可以把你的就是业绩快速放大，大概到那一步进去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那出机票钱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你一碰到投资人，他马上就有一个标的了。这样子，我还要再到一个基础才碰到这些。但我觉得，因为你现在的状态就就老实讲说，现在马上给你1亿，好像你很难立刻放大到1亿的那个规模。对，所以这个时候大部分不会是用投资形态，大部分就是 SBI 那种奖补助形态。
那柬埔寨形态到投资形态中间还有一个融资形态，嗯，对，那所以就是通常是这样一条曲线，是是，所以慢慢来都会碰到，是是，所以我现在在这还在这一段，对对对对，是。那到时候 SBIR 这一段过了以后，反正他们的应该是 SBIR 要辅导，还是我自己再去找？他会有辅导，他也会去找民间的一些，不管是天使投资人，或者是跟你这个有可能结合成生态系的别的案子。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创业家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第一群支持者，就是你的投资人很可能会改变主意。他很可能就是赚完一批钱，他就是不会来管你什么之类。那你的第一批支持者，未来不但是你的产品规划、行销回应什么东西，那而且当有新的 opportunity， 就新的机会出现，就你这个哎原来也可以当展示用，这个原来也可以当什么用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告诉你，就不需要你自己一个人想。是是是。好，我现在找到一批我的传教士。对对对对。嗯，还有种子老师。对啊。这个对他六年。也一起走也比较不会，就是有一种这个燃烧生命的感觉了，也是比较愉快。对对，我是先把我产品弄出来，对对，其实也是一步一步了。嗯，很棒，加油。嗯，再努力。好的，嗯。好，那我接下来继续努力。那如果对这种结合教育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创新？当然，就是我譬如我的目标，我要改变台湾那个天文教育的那个，是，因为那个副校长也是说，如果每个学校经费花个5-6万，然后补助个几个学校，从那个三地原住民，因为他们的星空很漂亮嘛，慢慢开始，这也是一个。像这个就要翻译成他们族语了。哦，族语。族人对星星的念法不一样。哦，是。啊、他们有他们的，对每一颗星有不同的星星的念法。4000多年前，他们就是看这些星星一路开到台湾里，就是从台湾出发了。哦，台湾出发、啊，他们有留下那些。文字资料吗？都是口传的了，都是口传的。他们一路从西边到马达加斯加嘛，然后从东边就是那个文化啦，不一定是人种啦，一路到那些啦。对啊，因为我反正我个人会喜欢这种东西，因为我下一个版本我是把它弄成那个左青龙右白虎的那个，那就是那个古时候的青龙白虎其实是天象，对，那你可以调到现在的天象看那个。龙在哪里？如果龙是在正天空当中，那个时辰出生的，就是9-5卦，帝王那个飞龙在天。如果龙是在这里的话，像这个龙是这个天蝎座到角宿，对，就这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分日。所以这个是类似像一层盖子或胶膜，还是完全不同的球？哦，我的那个 SBI 计划就是说我外面是西方的，我里面灯打出来的时候亮的时候亮出来会变成中国的东方的连线，东方连线，它会把四兽青龙白虎朱雀的那个样子就是显现出来这样。很棒啊！那你以后国际化的时候，就可以到每个不同的就是地方去打他的不同文化了。那我下次碰到原住民，再问他们，你们先前每族都不一样，每族都不一样，对对对，哇，那12族的版本、哦，对对对对，哇，如果他对啊，如果他里头变成一些，就是像那种南岛语，也许他们。放在上面，那是不同的特色。是啊，你就可以看说当年他们出台湾，然后到哪里的时候，当时的星空是他到底讲什么？对啊，然后我就调到当时的天空，然后他当时说的是哪颗星？对啊，对啊，对。而且迪士尼还有拍宣传片，那个摩安娜，对，我会觉得像这种，就是它同时教历史，它就不是完全只是天文。还有文化啊，这个人类学啊，这些部分，所以你的这批老师也不一定只是科教的老师，或不一定只是天文的老师了，他也可以有人文、历史、族群啊等等这些部分，我觉得蛮好。像他就可以调到那个天狼星跟太阳同时升起的那天，那个叫在埃及的文化叫做。每一年的第一天，然后那时候就代表尼罗河要泛滥了，可以准备开始就是父老的女神，
天狼星，所以这个也可以调啦嘛，只是我们的叫法跟埃及他们的叫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天文其实蛮能够结合文化历史跟很多东西，那就太棒了。嗯，我们就要找到类似这方面的喜欢这方面的人来成为伙伴。好，谢谢啊，谢谢。没有这么谢谢，对，我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找伙伴了。所以我们这个会PO出来啊，所以就是你刚刚的解说也很欢迎，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 YouTube 都可以使用。是，好，下次碰到，对啊，碰到那个原住民的对天文有，那搞不好会不会消失啊？这个文化，他们不知道还留多少哈。这个就是要问啦，每一组都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搞到在台湾，就一代两代没有出去航海，就有一些大的像布农啊、安美啊，这个应该都还留的蛮多的。对，布农、安美，好，下次碰到他，谢谢，很感恩， okay, 谢谢、okay. 好，好，谢谢郑伟，谢谢。